怀化是一幅画，描绘了湘西绿都最美丽的自然风光。怀化是一本书，传承着神秘无锡千年的历史与文明。怀化是一首歌，融入了侗乡苗寨淳朴的民俗与风情。今天，楚之南，湘之西，岸之芷，天之蓝，诗经关雎的歌喉，屈原橘颂的音韵，意图尽美丽的画轴，都在诉说着一个主题：古韵怀化。上下七千年，古今两神农。中华始祖炎帝在这里点燃了人类稻作文明的火种。高庙遗址把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两千年。如今，现代神农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这里又把炎帝的火把高高举起，将稻作文明的福音传向了全人类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咸阳书生携书南逃，园林二友山敞开热情的怀抱，于是有了学富五车，书通二友的典故问世。曲谱深林摇椅冥冥兮，乃元佑之所居的原始景象，触动了伟大诗人屈原的羁旅愁思，写下了流芳百世的山鬼、涉江、橘颂。千年古刹，百代龙兴，坐落在园林县城虎溪山路的龙兴讲寺，始建于唐贞观二年，是以唐代建筑为主体，融宋、元、明、清建筑为一炉的古代建筑群，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佛学院。李白、刘禹锡、王昌龄曾在此驻足朝拜，王阳明在此讲学。千年的龙兴讲寺，延续着千年的文脉香火。八年烽火起卢沟，一纸降书落芷江。芷江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洗刷百年屈辱、扬眉吐气的地方，是张扬全球华人胜利豪情的欢乐之都。芷江抗战胜利受降纪念房是中华民族伟大不朽的历史丰碑，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，是全球六座凯旋门之一。这里还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中央委员向景宇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大将粟裕、共和国第一任铁道部长滕代元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乡。通道转兵有惊无险，扭转乾坤，三万红军危转安，湘西会战逐鹿中原，壮怀激烈，百年御辱立奇功。深山藏美玉，秀水映古城，千帆过尽，浮华如梦。走进中国第一古城、古镇、古村群落，追溯历史繁华烟云，感受失落的文明。从三千年前即有先民活动的蛮夷之地，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为五省通衢、烟火万家的商业巨镇，洪江古商城以七冲、八巷、九条街的独特格局，和十大会馆、十八家报社、23家钱庄、34所学堂、
48个办戏台，50多家青楼，60余家烟馆，上百个店铺，近千家作坊的恢宏气势，成就了华夏第一古商城的美誉。红江古商城直观明清社会市井全貌的明清上河图，被专家誉为中国内陆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活化石。千年青史，商道文化之瑰宝，百载风流，明清市井之奇葩。位于沅水上游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黔阳古城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是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明清古城之一，是一座极具湘西地方建筑特色的大观园，有江南第一古镇之称。寒雨连江夜入吴，平明送客楚山孤，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。王昌龄的这首《芙蓉楼送辛渐》，使得芙蓉楼因此而名满天下。秦王伐越，诸葛亮征蛮，王昌龄、李白的诗篇，明清时浩浩黄木，滚滚洪流，缕缕烟土，猎猎花船，让沅水河畔这座军事要塞成为中国南方丝绸路上的一座商贸重镇。相比于古城古镇的气势磅礴与历史沧桑，古村在这里书写着另一番别致。神秘的高颐古村形成于宋末元初，为南宋赵峰、威远侯杨再思的后人所建，建筑规模巨大，至今保存完整，被誉为江南第一古村，并于2005年被评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芋头古洞寨是南楚极地通道百里洞文化长廊上一朵耀眼的精华，它始建于明洪武年间，是洞寨建筑始建年代较早的团寨之一。一走进寨门，一股遥远年代的侗族建筑云烟便扑面而来。凉亭、鼓楼、风雨桥承载着这个民族最为永恒的记忆。这就是古城，这就是古镇，这就是古村。虽然当年商贾遍及，货财浮凑，万屋鳞次，翻墙云集的繁华景象已经远去，但是这些散落在怀化各地保存完整的30多处古城古镇古村，犹如一串串珍珠，串起了今天怀化中国第一古城古镇古村群落的悠长的记忆。把你的目光定格在这里，请让你的脚步停留在这里，卸下繁琐的情绪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让心情在这纯净的青山秀水间来一次彻底的浸润吧。山水怀化，风景如画，名山名水名寺钟灵毓秀，走湘西，登雪峰，连绵的群山若隐若现，碧蓝的湖泊斑斑点点，背上行囊登临雪峰山，这是湖南的乔戈里峰，
登临万佛山，这是中国最大的丹霞峰林。漫步途中，有深山古庙、青灯古佛，净化人尘，洗涤心空。蓝盈盈的天上飘着白悠悠的云，清丽丽的水中映着翠滴滴的山，森林、飞瀑、野花、绿树、清风、地坛、彩池、流泉、飞禽、走兽、传奇、诗篇，此景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见。古人云，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。而在这明月苍松、清泉峡谷的唐诗境界里，面对良辰美景、古道秋风，我们可以叫心灵栖居，乐而忘返，不禁有今夕何夕的感叹。怀化是水的舞台，滔滔云水流过森林覆盖率高达70%的植被，污水、取水、油水、无水、沉水，古之无息，或浩荡，或潺潺，或明净，或狂野，穿越千山万壑，注入原水，流淌着蓝色的音符。山、水、石、林、人，造就了怀化的千年奇葩、万古山魂。正是因为山的存在，这片土地被赋予了神秘的圣洁，因为这圣洁与神秘，吸引了红尘中芸芸众生虔诚的顶礼膜拜。2.76万平方公里的五溪大地，聚集着汉、侗、苗、瑶等51个兄弟民族，生活着519万五溪儿女，演绎着丰富多彩的民族狂欢。侗族大歌华美醉人，苗族歌腾纯净清新，远水号子寻魂嘹亮，合龙盛宴载歌载舞，巫挪绝戏原始神秘。行走古韵怀化，奇风异俗，多彩文化，生动着快乐的旅途。侗乡苗寨花谣传情，摇曳多姿的民俗风情，纯正动人的天籁民乐，仿佛欢乐的精灵在舞动。世居于武陵山脉的武溪人，秉着山之人、水之灵，将3000年的生活、习俗、文化与这山、这水融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侗乡吊脚楼结构巧妙，工艺精湛，饭养身，歌养心。侗族大歌那清泉般闪光的音乐，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，宛如人间天籁。苗寨风雨桥沧桑如画，苗族歌腾完美融汇着苗族口传文化与大自然的声音，传送着远古英雄的史章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龙舟发源地的园林，从祭祀盘古到纪念屈原，从民间的龙船竞渡到今日的龙舟之乡，数千年烟云，数千年变幻，透过龙舟竞渡的浪花，我们仿佛看见那生生不息的民族激情一次又一次从这里迸发。
怀化是一个让人身心轻松的佳境，在这里人们可以把在尘世中的一切不如意、一切烦恼轻轻地丢在身后，去感受怀化给你的抚慰和亲近，敞开心扉，在怀化这块纯净天地享受人生难得的休闲。心泊在何处，何处就是故乡。怀化注定是一个叫人流连忘返的地方，匆匆而行，你会觉得这里是一个绝妙的去处与归处；久久而平，你会感到这是今生和前世，它是苦苦寻觅的必然相遇。那一锅锅热气腾腾的火锅，盛不下怀化人的热情；那一杯杯香气袭人的竹筒酒，斟不满怀化人的豪迈。茶馆摆尽天下事，一盏清茶飘出了怀化人的安逸。高腔唱遍古今情，一曲清音戏中常有座中人。神奇怀化，三古王国，位于湘、鄂、渝、黔、桂五省周边中心的怀化，辐射范围达44个县、9万平方公里、1500万人口的广大区域。火车网络连接全国各地，高速公路打通雪峰天险，航空机场筑起空中走廊。如今精心打造的张家界、怀化、桂林黄金旅游线，构筑起怀化旅游一线三圈的大美格局。怀化，你走进了我的视野；怀化，你走不出我的思念。这仿佛是一场梦，一丝丝，一缕缕，像雨，像雾，也像风，飘向村寨，飘向山峦，飘向五溪。古色古香中与古人对饮，古韵悠然里把你召唤。古韵怀化，一处山环水抱的古典之作。古韵怀化，一幅韵律和谐的诗意画卷。